手滑点错回复内容，警察贝贝，你累了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青年二点零，我是小小。大家好，我是季子屋。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虾虾的故事。好，废话不多说。钟先生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桥河路附近，在停红灯时，那个路口要出现左转灯的时候才能左转啊。结果钟先生前方一台白色中型巴士先违规跨越双白线，然后又违规左转。抓到啊，好，紧跟警察伯伯讲。没错，钟先生就拿行车记录器画面向新北市警局检举。明明影片中黑巴士车牌那么清楚，结果一个月后警局回函，却跟他说车牌放大后模糊不清，所以不计划。钟先生就想说，奇怪，这车牌是要放到多大才会模糊看不清？就是讲没。后来我们记者去问承办的中和二分局，结果分局说：“哎呦，其实罚单已经开了，是远景新手上路不小心回错内容啦，误会，误会啦。”哎呦，也太瞎了吧！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快过年了，又到了警察伯伯拼业绩的时候了，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不过警察先生也是很辛苦啦，可能最近天气太冷。要回复民众时，嘎铃顺就不小心看错按错啦。说到看错，子务，你的好朋友不就是号称眼花界的翘楚吗？谁呀？古有指鹿为马，现有指花为鹫，就你们正义联盟另一个成员邱毅先生呐、啊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一大堆的香蕉。哎呦，俗话说，人有乱蹄，马有失足美。我看你还没喝到水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学他哦。